高原慈济幼儿园举办各班拜年活动，六岁班的孩子打扫教室，准备蔬果捞生，与弟弟妹妹一同庆祝。弟弟妹妹要来照吗？拜年，拜年。因为我要做水果健康。除了健康还有什么？凌晨，慈济幼儿园的孩子们则是化身为小小模特儿，穿上漂亮的新衣裳，展开新春服装秀。因为服装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他们穿着新年衣来的时候，我们在教他们，让他们上舞台的时候展示很勇敢的，穿着自己的新年衣，然后可以跟大家说祝福语，也是一个好事，让他们知道说，让大家会很开心，然后也这样子透过这样的过程来展露他们的自信。快乐吃，欢喜笑，孩子们一同度过了欢乐时光。大爱新闻邝一谦、黄义晴、庄志文，马来西亚报道。